非常感动杜老师的付出和大爱，针对孤独症的康复，这是一个爱心的事业。长春康达医院呢，愿意出一部分资金助力您圆梦，希望有孤独症的儿童呢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康复。谢谢谢谢。我最不想看到的是每天都在做好事的人，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。我在想，其实我们当把所有的一些希望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去考虑过，她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，她对孩子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更多的人加入进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去代替您做选择。好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哦。妈妈你辛苦了，我爱你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了，但是还有许多弟弟妹妹需要你去照顾他们，请留下来吧。怎么了？这就是萱萱是吧？你好。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15岁了。你刚才说希望妈妈留在学校做校长是吗？是的。啊，你经常去那个学校吗？去过。你经常看的那些小朋友吗？看到过。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？喜欢。那你希望妈妈多回家陪陪你吗？希望。那妈妈到底应该是回家陪你呢，还是留在学校呢？我希望妈妈多留着你。啊？多留着我。都怎么样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的意思是只要你他能在你身边，这就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那你跟妈妈一起照顾西西湾的小朋友呢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决定还是要你自己做，但是还是多花时间陪陪萱萱吧。好。好人。好。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。嗯，再见。嗯。好，再见。拜。杜家门用爱心和耐心托起了全国各地孤独症孩子的希望，同时我们也为这位伟大的母亲祈福，祝她的女儿能够早日康复。